12月7日，有网友在网上晒出了一组迪丽热巴正在拍戏的画面。流出的照片中，迪丽热巴坐在路边，周围都是剧组的工作人员，她手中拿着剧本，正在认真的看剧本。而她身穿一件蓝色大衣的造型，似乎应该是戏中的造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热巴看着剧本的时候，周边一个工作人员递过来一个大煎饼，迪丽热巴也是毫不客气的拿起来就开吃。这直接在路边吃煎饼的样子，也真是接地气呀。众所周知，迪丽热巴身上的标签很多，而被网友津津乐道的那莫过于就是吃货这个标签了。不过像此次这样在路边毫无偶像包袱的吃相，还是第一次被拍到。热巴在发现被网友拍照之后，还抬头冲着网友微微一笑，真是太亲切了。除了坐在路边吃东西之外，迪丽热巴也是边吃边看剧本，这认真的态度也是没谁了。网友们在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纷纷热议，坐马路边就吃上了，放飞自我啊，哈哈，你又吃，小姐姐好美，太接地气了，这吃相真是没谁了。